欢迎收看完全娱乐。今天呢，来到我们棚里有非常多的来宾。今天算是又是暌违已久，就大家坐着然后同欢的感觉，而且今天香水味特别重，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正妹歌手特别多，大家喷了各式各样的香水。第一个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我们的齐景月。景月，哇哇哇！景月，请坐，可以坐。突然压力很大，有没有？接下来欢迎 Amy， 哇！主持人好。接下来第三位是我们的冯文学。接下来让你来介绍好了，你好好的介绍一下，因为他们刚刚见到我是直接叫我学姐啦。欢迎 Persix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Persix， 哇，有了女团就是要这种训练的感觉。接下来压轴就是我们的魏佳莹，欢迎小魏。小薇薇佳莹，这次玩娱邀请到了不同风格的新生代女歌手们，包含国民女友齐景月、饶舌皇后冯文萱，拥有清新魅力的 Amy Liu， 还有培训三年的 Persix， 以及唱作俱佳的魏佳莹。为了让大家能更认识拥有不同舞台魅力的他们，这次要来逗趣分析他们拥有什么无用技能。然后出道的年资是一年，虽然有一个舞台专长，但还有一个无用的技能。就我们也猜耶，你可以猜一下，对啊。你觉得刚了解景月，然后他无用技能是什么？吃辣椒。哦，这也说不定哦，很会穿高跟鞋，因为今天现场就你的高跟鞋史上最高。可是其实是因为身高很矮，所以没办法恨天高一下，只好穿高跟鞋。好，所以我来看一下，无用技能是打扫跟收。好，谢谢。真的很夸张，我去我朋友家，然后看到就是可能我在旁边坐一阵子，我就开始就是默默的收起来这样。天哪，这是好浪费。我会乱，可是我会无聊的时候就开始收东西。好啦，算是还可以接受啦。对，因为其实很少女生会就是把这个当技能。好，一定会记得景月的，我觉得蛮容易记住他的本性的感觉。对，接下来 Amy， 压力好大，这个要举。为什么压力很大？我会感觉你也很妙，刚出道，然后你的专长是演唱。对，就是我今年是刚出道。无用技能有两行哎。是同一样事情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两件事情。哦，对，很会。Amy， 你知道他本人很高这件事？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蛮会打。我觉得他的无用技能可能是五手关后车厢。五手关后车厢，用脚、啊、就用脚这样抬起来，然后把它关车、哦。有时候我会这样，我真的会这样，有可能欸、还会关车门。但这我没有写到，来看看无用技能。无用技能是。手肘外翻软骨功，就是这个好像蛮像。是怎么表演？我帮你拿，很想看。没有，就是我的手可以折成。对不起，请拿好。真的很无用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拿来干嘛的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镜头没有带到，我起鸡皮疙瘩。很软呢。Oh my god！ 什么？嘉轩也可以吗？他的手，真的假的？360。什么 ？Oh my god！ 他也可以。来，快点，谁也可以？720，谁可以？没有认真看，以为那个是手肘，你知道吗？以为正常，没有。好可怕！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不是。就是我们的基因有问题吗？骨头嘞，开始比拼呢。因为有一次我真的回去，我就是一直在找寻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技能。然后我回去之后，我就看到我阿妈有一天也这样，是不是？对，她也这样，她就因为要弄东西，然后一个不小心这样。哎，那真的是我遗传阿妈，遗传基因，遗传。好，接下来文璇，我们先来看看你的资历。可是我其实也不太知道算不算真的有满七年，因为我七年前大概18岁，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参加选秀。是那个超级偶像，然后可是我后来参加完比赛之后就停摆了蛮长一阵。好，所以七年的时间，然后舞台的专长是魅力跟能唱 rap。那无用的技能，大家来猜一下，文璇无用的技能，头切西瓜，头来西瓜。如果他说可以，我们现场就准备一颗西瓜，西瓜这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无用技能是。可是我技能跟那个 Amy 的有点像。哦，吃榴莲、青椒、茄，吃各种怪东西我都敢吃。你一定有别的无用技能，这个太小看你了。真的吗？你能不能吃别的东西？脚趾、蟑螂之类的。
哎、欸，我之前吃过粉饼。粉笔灰吗？是粉笔。那什么状态下让你吃下去？就是大家在闹，就说你吃啊，你吃啊，我就说好啊，然后就吃进去。那不是没味道吗？好了，算了，真的是蛮无用的，我们就不深聊了。这个吃东西的技能这回事。那你的欣赏的 idol 其实还蛮多人的，对不对？超多，因为我很喜欢，就是很有才的，然后也是一路上一直很努力的，我真的超佩服。如果萧敬腾跟王嘉尔要娶你，你要嫁给谁？三二一，王嘉尔。哇，很坚定的心耶。对啊，都忘记那时候导师是谁了齁。哎、欸，可以改答案吗？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来不及了，理想型不一样。OK，来下一组 ，Persis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推荐信。哇，你们有六个人，我来看看。对，好，彩杰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我们的出道年资未满一个月，好像小宝宝又未满一个月，4月15日还没满月，舞台的专场。舞蹈跟唱跳、很明显，所以你们的无用技能有三个，会不会刚刚那个手臂翻转也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有更厉害的，有啊，有也有。我看第一个是什么？哦，伟林，伟林会生身体分离，身体分离，对，有点像。等一下，宇宙试试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占用大家的时间、哦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那个肩膀真的有点痛啊。好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这个要那个位或是舞蹈能力，我觉得蛮强人才可以做到，对不对？他是我们的舞蹈担当。你看 ，OK。嘉轩会用人体跳绳，加用嘴巴把自己闷死，什么意思？人体跳绳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的好强哦！我要脱掉鞋子才能做这件事情。那我先示范用嘴巴把自己闷死。好啊，好啊，但是可能会有点丑。好好好，开放截图。你们哦，完全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的是可以撅到鼻孔里的，他是用他嘴唇把它吸住。你们其他人都不行吗？没办法，真的不行哎、欸。但是他其实做起来没有很丑哦，很可爱、哦，很难呢、欸，很难呢、欸。好了，还是不要随便做这种把自己闷死的事情好吗？所以就不能用人体跳绳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低一些啦。等一下，嘉轩，嘉轩在哪里？嘉轩，嘉轩，嘉轩，什么意思？真实身高都暴露了啦！啊、Oh my god！很厉害，我刚以为他要自己这样一直跳。那也太厉害了吧，那也太疲惫了。之后就是上节目，其实是蛮有效果的。对，而且会更快的记住每一个人的才能，这样是没错。好，自我推荐的原因是没有偶包，没有偶包的女团，慢慢的会背回来，相信我。没有偶包的女团最会红，对，真的，因为大家喜欢看到就是很 real 的女团或是歌手们，那粉丝才会更喜欢。是没错。好，接下来压轴的小魏嘉莹，来。可是我这样前面看完，我觉得我很无聊哎、欸。不会啦，没事的，我就是一个没有啦，就是一个无聊到出名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主持人很失礼，我跟大家道歉。我觉得小魏很熟，大家都认识。没事没事，对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小魏嘉莹，然后出道年资2年，然后无用技能，我无用技能真的很无用。你这样子，那你们睡觉一整天，你们猜猜看？哎、欸，这个我也可以，睡觉一整天是不是，但不在这里，对我可以，长不高。这算是一种技能，这是无用技能吗？算是啊，无用技能吗？算是吧。是好，来好，我们来揭晓一下魏嘉莹的无用技能是喝苦茶。我也可以，我们可以 PK。对啊，其实没有，欸、你们都是吃方面。我刚刚看到他的那个无用技能的清单，我想说哇，我跟他是同一个类型。你也都可以吃他那些东西吗？他那些我都可以。但是下一次我们来就可以配这些東西。不是你们喝苦茶是可以喝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对啊，其实是开心喝还是其实忍着痛喝？没有，是开心喝。真的假的？那其实蛮厉害的。所以自我推荐的原因是啊，这个这就要说到我们上次来上节目的故事，因为我上次就是来这个上节目，然后。就是我们也是跟一堆就是歌手 fit 就是来这里，然后我抽到一个题目，就是我要选说谁是里面最不会唱歌的人，然后他们还规定我不能选自己，然后我就
我就好了，算了算了。对，情急之下他就指了我，然后我就受伤了很久。因为我大忘记这段，我跟你讲，我记仇记超久，到刚刚录影进来，我还先肘击他一下。真的假的？他看到我就来撞我一下，这样。你下次要选他，我知道。再来上节目，对对，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再有一个这个阶段，好不好？哦、等一下还有是不是？等一下还有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也透过推荐信，就是让粉丝们就是多了解你们，接下来就要用歌声跳舞来说话了。等一下呢，他们要挑战他们的歌曲，唱 idol 的歌，因为唱 idol 的歌其实心脏也要很大颗，因为等于在向他致敬。对 ，OK， 第一位，子月准备好了吗？今天要挑战的歌曲是他的新歌，叫做《引路的风筝》。哇，来欢迎。他仿佛在远处温柔的微笑着拥抱我，任眼泪这一个疯狂的缓缓的淹没我。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，挥别小伤又沉默的人，点燃希望的最暖烟火。我像是跳回到勇敢的十七岁，在风里追着他的无畏，不再怕黑暗中问迷失的自己我是谁。笑的洒脱的离开我，绝望过，沮丧过，像灵魂陷入了沼泽，所幸他看见了我，人生的那条线带我穿过人空，让我看见这命运中引路的风。怎么会想要选这首歌？因为它很好听，而且他是选这样子而已。哎，他是选新歌，所以我觉得更厉害。因为他刚唱歌那个态度，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些微妙微翘，只有在就是很像 Angel 那种感觉。接下来 Amy 一样要来 cover 的歌曲是《遗失的美好》，是张韶涵很久很久以前的一首歌，哦，很经典的一首歌。欢迎 Amy， 欢迎 Amy。而且我手机在抖。你们一个是选最新的歌曲吗？《遗失美好》算是他刚前期，就是我刚刚说《海豚湾恋人》那时候的偶像剧。嗯，怎么会想要选这首歌？因为以前我很喜欢看《海豚湾恋人》，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，我就不自觉的哭，就掉泪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就是一个很有感触的一首歌。有跟他演唱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像那个时候的记忆会回来，尤其那个就是偶像剧那时候很经典的一些剧的剧情里面。对对对对对，那时候那个时间，接下来文璇要带张韶涵的，不是，哦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今天是跟张韶涵致敬的一个晚上。哦，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，今天带来的歌曲是邓紫棋的《依然睡公主》。OK， 让我们欢迎文璇。13岁写了这首歌，公主每天在睡，梦里当六个，梦里爱上谁都一定匹配，梦里痛得不懂的恐惧统统不用面对，追回来的时间做梦做得陶醉，那张无辜的脸一再不可见，当那天真的我从梦里闯进现实，我曾经自由的跳步从此受到限制，梦醒了吗？你的话像锋利的剑，能开始吗？这句话越听越可怜，小孩被逼长大，那受尽的痛狂被逼放大。我是抬头望着天空，那只想飞的风筝，而现实却是在我身后一直拉着我的绳。如果生我必须让我变成被困住的手，为何不能让我永远都被困在一个梦？梦醒了吧，你的话像锋利的剑，能踏实了吧？这句话越听越可怜，和你忘了吧，还是绝望了吧？再让尘奋不顾身追的梦只剩一个阿肯，百年沉睡台面力很厉害，而且刚刚那个我们 Percy 一直在那边哇哇哇被感动，这个小粉丝哎，那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？这首歌，那时候是在看他在那个歌唱节目，对对对，那个饶舌的节目，然后他那时候唱这首歌，然后我就觉得。我那时候其实看那个表演看到哭，因为他在讲他的就是一路走来，然后他以前是这样，但是进化一直进化到现在这样，然后就是很佩服他。接下来我们有六位小妹妹要冲出来了，要爆发了，期待你们的表演。你们今天要带来的表演是一级的哒啦哒啦 ，OK， 但只有跳舞 ，OK， 没有问题，中间有请。
要专业，因为其实这边场地其实很小，但是他们其实在这边看就很明显有小小被绊到，但是完全精微不乱，就是完全就是觉得没有被影响到，很厉害。所以这是你们之前有在算是评比的时候有表演过吗？有，验收有过。OK， 接下来压轴的小位要带来的女团舞蹈师，我接下来的啊，就想跟乐器一起伴奏，对不对？一起跳舞，对对对，跟乐、okay, okay. 器一起的舞蹈。OK， 好， okay, 好，我们来试一下乐器。好，带来这个八三幺的《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》。歌当然就是因为你有 cover 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有 cover， 然后我也很喜欢八三幺，然后也很喜欢想见你那个剧。嗯，而且因为小魏就是因为现在就没有消散，然后刚好可以在玩娱的 live， 然后听到你唱这首歌。哦、对啊，就是有一个演出的机会。嗯，接下来来到最后了，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景月的 I Do Amy 的第一次文学的捡到枪，还有 Per Six 的 We Are Per Six， 还有魏佳莹的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啦。Okay, 那我们玩娱乐下次见了，拜拜。Yeah! 再见，拜拜。